我们要为共同发展注入更强信心，关键是引导维护全球化的正确方向，反对脱钩断链、小院高墙，抵制保护主义、单边制裁，推动构建公正、合理、透明的国际经贸规则体系。要推动发展的问题重新回到国际议程的核心，让发展中国家更好融入国际分工，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各国人民。下个月中方将举办第三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，我们愿以此为契机，与各方共谋发展大计，共谱合作的乐章。